人参乌龙茶也有紫砂壶泡，紫砂壶产于江苏宜兴，宜兴那有一块红色的土壤是专门弄紫砂壶用的，紫砂壶的壶底有一块硬钢可以辨别它的真伪的，可以看一下的。She said, look, this is stem on the bottom. This means a real tea pot. 我们这能不能拍录像呀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娘俩真是。Very good. Yeah. 你们这能不能拍？就是不能是吧？哦。